太松了，生日快乐，悲惨的一天哦。不会啊，为什么要觉得这么的负面？我觉得挺不赖的，就是你在端午节可以致敬一下屈原，嗯，长得跟肉粽一样，不觉得吗？啊！樊玉看，小鱼哥会有找吗？你有叫过他？你来处理掉。花旦姐要购物的，你就直接就双手就在门。去拉他。这边有个洞可以钻，你要注意哦，这边墙壁。你侧着应该也过，你侧着应该也过。好不好？这个有点重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教练，把它用力从这边带起来的感觉。好，龙哥又高了，又高了，哇！来，准备，刚刚要用力往下蹲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蹲。就你开始坐在那，只要带到国宾哥的脚，带到他们包了，好不好？他能闹钟。对，但是不要那个。赶紧绑在洞吧，我是没办法帮你。大哥，你可以帮忙他一下。帮我一下吧，先帮他扶那一带一下，谢谢。不用下去，没关系，帮他扶那一带就好了。来来。他扶那一带太重了，那拉不起来。之前你要进先试的，你在那个电池完全。宋林鸿，你敢直接要给我害死？你若无死，就是我死啊！林子倩，永不再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身体跟脚那时候没有看到。对啊，你没看到，我没有看旁边，我就没了。我没看到旁边啊，我就看到。等一下，看那个 OK。好啊，快点，我们可以跟海巡署再见一下，那是海巡署。他现在关门了。是啊。没有任何店家可以接厕所，那我等。抱歉。我还是上厕所。